到了，乔杉矶，乔杉矶，阿爸去电动机的，这手术是乔杉矶搞出来啊，不要去动啦，电动机的代志啦，出来讲啦，出来讲，哦，大家出来讲，好啊，你先出来讲，别多避避，那有诶无诶啊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是苗栗市阿爸去台上这些啦哈。啊，这哦，这个附近别着啦，边啊啦哦，总共过去啊有40几件的毒品交易，对，接收台。啊，来在苗栗市的市场的邱正军，啊，市长都唔知，市长都无管，还要做市长，啊，你敢要做立委？市长都我只来管这边做立委，笑死人哦！来，文雪，来介绍一下这边阿爸。我们现在来到苗栗市的北安街202号，就是阿帕契电子游艺场。这一栋建筑物就是邱正军的，2012年整栋变成他的，在2012年之前共同持有，所以不只是2012年之后的案件。2012年之前的案件你也知情啦，2010年你就作为证人，有人在你的楼上赌博，还被查到毒品，还敢说你不知道？旁边的这个200号，他们在这边买了，也买了一间，中间还打通啊。我们现在车子在比较前面，如果后退一点，可以看到中间还用隔板挡起来，中间打通，你们中间是要送什么东西？要不要出来说清楚？对面的洗衣店，对面的火锅店，是不是都是你的？出来说清楚啦！只会躲在后面。今天剩下选前80几个小时，才第一次出来面对媒体，承认你就是当年那个打警察的人。我们要再追问，你是不是那个拿酒瓶打人家后脑勺的人，意图置人于死地？苗栗市啊，来帮曾文雪做最后的抢救啊！邱正军怕警察，邱正军你怕警察了？邱正军，你心里你怕警察了？邱正军，你倒的厝租给人做电动机，下家咧交易毒品，出来讲哦，出来讲，邱正军你出来讲，卖安尼骗来骗去，洗来洗去。今仔个讲什么？什么政治现金？虚伪政治现金，全部照规矩来。大家要讲财产了，你伫栋一楼开电动机收租金，下家交易毒品，边仔一栋交你什么关系？出来讲啊！今仔下晡要来讲嘛会使啊，过来三间嘛会使讲啊。要辩论了，来大家来讲，公开来讲，卖当创创迄有诶无诶，叫嚣较好诶，啊无是要做大诶，做一个市长边边啊有诶无诶。曾文雪无咧惊，大家要辩论来辩论，哦，卖带遐出去落影比带咧加来加去，囡仔人咧比诶步数，安尼是要做市长，笑死人。我想死刑存废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进程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，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公共的议题。那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影片跟说法就是掐头去尾的说法。如果邱市长真的对这题这么有兴趣的话，选举其实剩下最后80几个小时，我欢迎出来公开辩论，时间地点随便你挑，不要这个样子随便放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又开始继续自己跑行程，自己到处拜票。那我想他们今天早上做了非常多各种大动作的事情，那邱正军也第一次自己面对媒体开记者会，之前我们多次的质问他，不管是毒品、赌博、统促党、黑道的议题，那甚至是殴打警察的议题，那今天他也自己承认了，他就是30年前这个围殴警察的人的其中之一。那我们当然要追问，你是不是那个拿着酒瓶敲警察后脑勺的人？那这些问题其实才是他真正应该要面对的。那之前我们对他提出了非常多次辩论的要求，那他在公办的政见发表会里面也自己打预防针，说他不会来回应这些议题。选举剩下最后80几个小时，那今天一川大兵，然后还有冠廷来到这边，其实这场川流不息的车扫到的每一个区都是集战区，都是差一点点就能够过关要抢救的区，那就代表我们这一区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机会能够拿下。那也正说明了他们在选前80几个小时的时候出这个样子的步数，代表他们真的慌了，真的急了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机会要来翻盘。那同时他们昨天当然也自己开了一场记者会，说要我们不要出奥布，那今天还自己大动作的出了这么多的奥布要来抹黑，那他还质疑我的看板的数量，今天他们大动作的到处换看板，那这不正说明了他们自己的看板数量更多吗？是吧？民主前提，川流不息。谁换票？他为什么不来跟大家打招呼？会绑票，
一龙啊，民主进步党，快点，只要我们的政党不，我们的义川大哥，卖假笑，做一个市长，下家做人做阿爸去电动机，下家咧教育毒品做啥物市长，搁想要做立委，笑死人。今仔日咱大家乡亲，下当对照常对，对到邱正清皮皮抓，安尼好无？邀请伊公开出来辩论，卖多避避遐有诶无诶？讲国语、客家话、国语吧。讲台语比较顺，就讲台语嘛。无要紧啦，即摆时代大拢听有啦，拢听有啦。啊，听话牙齿好无？有啦，拢听有啦。邱正清不要躲，还有三天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公开辩论，要讲财产来讲财产。要讲毒品，大家来讲毒品；要讲电动机，来讲电动机；要讲政治现金，来讲政治现金；要讲拍警察，来讲拍警察。少年的先拍警察，大汉做立委，安尼有道理哦。无。小时候、年轻时候打警察，长大当立委。苗栗市会选出这种立委？苗栗市如果选出来的立委叫邱正清，小时候打警察，长大当立委。啊，你有道理哦。有。啊，你人干咩加囡仔？我问你啦。你做事实的，无出格。你搁咧颁奖哦，邱正清打警察，然后颁奖，颁什么东西？邱正清，等一下我们会去阿帕奇。好、哦，我们等一下会去阿帕奇。好、哦。好，老师们。全都无机三，我爸爸啊，今日就恭喜你了，老潘哥，老潘哥，欢迎你啊！太好了啊，孩子来，三年不息，民主先行。动身的人在后面几层之上，由黄一山大兵、罗冠廷议员陪同之下，给你。二号柯文学本人在后面几组之上，由王一山、徐平议员、徐小新议员再次来到我们民主路上，向所有民主票的支持二号、二号柯文学。邱正清，邱正清，阿爸去电动机的，这手就是邱正清夹出来后边啊，这栋啊啦，电动机的代志啦，出来讲啦，出来讲，哦，大家出来讲，好啊，你先出来讲，别多啊避避，有诶无诶啊？各位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是苗栗市阿爸去改造的鞋啦，哦。啊，这哦，这个附近一条啦、边啊啦哦，总共过去啊有40几件的毒品交易，对，接收台。啊，来在苗栗市的市场的邱正清，啊，市长都唔知，市长都无管，啊，你做市长，啊，你干嘛做立委？市长的我只要管这边做立委，笑死人哦！来文学，来介绍一下这边阿帕奇。我们现在来到苗栗市的北安街202号，就是阿帕奇电子游艺场。这一栋建筑物就是邱正清的，2012年整栋变成他的，在2012年之前共同持有，所以不只是2012年之后的案件，2012年之前的案件你也知情啦。2010年你就作为证人，有人在你的楼上赌博，还被查到毒品，还敢说你不知道？旁边的这个200号，他们在这边买了，也买了一间，中间还打通啊。我们现在车子在比较前面哈，如果后退一点，可以看到中间还用隔板挡起来。中间打通，你们中间是要送什么东西？要不要出来说清楚？对面的洗衣店、对面的火锅店，是不是都是你的？出来说清楚啦！
只会躲在后面。今天剩下选前80几个小时才第一次出来面对媒体，承认你就是当年那个打警察的人。我们要再追问你是不是那个拿酒瓶打人家后脑勺的人，意图置人于死地。你参观完了今天重要的一个景点之后，我们川流不息，民主前行，继续往前进，川流不息，民主前行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车队是川流不息民主前行的车队，今天上午来到我们的苗栗市啊，来帮曾文学助选啊，拜托我们苗栗市的乡亲啊，苗栗市的父老能够全力来支持曾文学。非常多的车子，车牌都是1888，在苗栗市你看到有好几个苗栗 H 六啊，他打人就这几位的啊，就跟这几位，哦，就那两个火，两个火啊，我们现在。